那最后这一款没有触控荧幕的 Death View P5 部分，就是如果你要经营选单，你要那最后这一款 Death View R，最后这一款 Death View P5，最后这一款 Death View P5 是没有触控荧幕，所以如果你要放大，就要进入选单，然后挑选2倍跟4倍，然后你要调整位置就会非常非常麻烦，就要一格一格这样上下左右这样子调整，你真的会发疯。